Bye.
民主进步党支持偌济人，支持偌济人，支持偌济人。阿联主席，咱到底是哪个人？上面一个归来，到底归来吧？罗建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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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德，建德，建德。Oh!
我们的奥运会会议，首先邀请咱大清朝吴总统受这意，和咱公山李亚来，咱的奥运会会长严振玉、严会长。来，来，大家画动作起来，来，蔡英文。黄旭学黄会长，来邀请咱嘞罗清杰吴总统，手机号咱嘞黄旭学黄会长，来咱嘛甲瑞龙加油者，赖瑞龙，大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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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瑞龙，瑞龙，瑞龙，大赞，大赞，大赞。接下来，来邀请咱罗清杰吴总统，手机号咱西甲后援会，我们的会长李庆义李会长。来，拜托咱的吴总统，手机给咱的市长开会。来，那个罗清德，我倒算一下。来，罗清德，倒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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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清德，清德，清德，倒算，倒算，倒算，清德，清德，清德，倒算，倒算，倒算。好，感谢，感谢咱的奥运会会长。接下来，来拜托咱的赖清德副总统。受这期，和咱的侯振林、阮水龙，和咱的蔡赖佩来顺利告别当选，和赖瑞豪赶快当选，阮水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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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选，水龙水龙水龙当选当选当选，水龙水龙水龙当选当选当选，感谢 ，Thank you。咱超过一万位，咱高雄前庭小甲机场游行时段，明年咱有信心无？有、哦！咱要让罗清德顺利做副总统对无？对！咱嘛要让罗水龙高票连任对无？对！现场的好朋友，咱起啊票关，票关，票关，咱即马就用咱上热情的鼓声，欢迎咱未来的副总统罗清德。好，多谢，真多谢！立法院认真打拼，表现第一名，咱赖瑞龙赖委员，更加加油者，更加鼓励者。啊，阮会杨会长、黄会长、林会长，以及竞选总部各级的干部，现场还阁有咱高雄市议会。咱地议员、陈议员，以及副议员，所有的力量，在座真正的所敬爱，咱所有的福禄强亲士大国家的主人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非常感动，真正啊，这段日子以来。南北组选，每一场拢真大条，但这场上大条，上够热情吼，上够热情吼。男女老幼上够潮啦，请大家伫遮向大家表示敬意，同时感谢大家大力的支持。我呾路啊一路行过来，我咧想讲哇，我路途实在有够远的吼。差不多这哪在西桥的头尾已经到登到阮台南嘛，我咧想讲，大家耐真正热情着吼。我相信是因为咱小港前庭基金本来就是民主的圣地，本来就是上届爱台湾、上届支持民主，你讲对不对？特别是现主席，台湾非常关键。蔡英文总统咧讲。咱这场的选举背后一个真重大意义，就是要捍卫台湾的主权，维护台湾的民主。咱绝对无要做第二个香港，咱也无要放弃咱的主权，
咱大家要向中国说不，所以小港坚定基丁，这边大家都勇敢站出来，你讲是不是啊？第二呢，是因为大家疼惜瑞龙啊，瑞龙表现第一名，这真不简单。我之前有甲咱高雄的辅导师大报告过，立法院要摕冰冠第一名非常不容易，因为你一定要专勤啊，你缺席一遍，安尼就拍对人话去啊，因为大家竞争拢足激烈。第二呢，你嘛袂使签到了后你就走呢，你一定要提出质询，你质询的次数要比别人较侪，袂使比别人较少。另外，你的质询要有内涵呢，袂使讲为了要上电视、上报纸，对部会首长人身攻击。你一定要质询对社会、国家、对都市有贡献、有正面的效果，安尼才会当加分呐。我甲大家报告，咱赖瑞龙伫立法院足无简单，第一届立法委员。伊提议案第一会期、第二会期、第三会期、第四会期、第五会期、第六会期、第七会期，拢总第一名，甲欧罗姐好唔好？无听有人咧问讲啊，第八期咧？第八期冰感还未出来，因为还未结束。我相信，那第八期冰感的结果，咱赖瑞龙我那是第一名。你讲对不对？ Yeah! 另外吼，要号召这么多福禄乡亲士大，这么暗还搁徛伫个遮，专门要来听瑞龙，实在是因为伊基层建设嘛做甲足好啦。你看，去争取六七亿，啊来解决自来管、自来水管、民生的问题，予咱小港前镇基丁。自来用水袂定定去停水，另外嘛要去争取将近一亿，我去甲台湾电力公司的电缆甲地下化提供安全的环境，另外争取到咱捷运黄线一千几亿的，一千四百亿左右，另外嘛争取捷运红线南延到咱小港基丁来。另外，搁争取到200几亿，吼、哦，予咱小港机场会当提升国际化。另外，对咱吼、哦，对咱高雄港吼、哦，对个高雄港，嘛有一个国际化的改善计划以上个争取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出赖瑞龙伫立法院不只是文政专业并干第一名。连伫基层争取建设，有哪是第一名？你讲对不对？ Yeah! 你讲对不对？ Yeah! 所以难怪吼，难怪这么多人要甲支持啦，这实在是嘛是应该啦吼。认真的人应该爱得到鼓励，打拼的人应该爱得到支持啦。咱既然咱赖瑞龙已经第一名，咱无其他的选择。咱一定要集中选票，全力支持赖瑞龙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好。蔡英文总统非常关心咱台湾这场选举，除了关心总统、副总统之外，伊嘛非常关心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所以特别交代清德啊，爱全力区选，区域的爱选了好，不分区。我们要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让立法委员可以过半。所以前两天我代表蔡英文总统去抽口的时候，大家应该知道抽到几号，大家应该知道三号。前两天曾经参加过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，四遍立法委员的选举，两遍市长的选举，啊嘛，看过无数次议员的选举，大家抽到一号拢安怎讲？一马当先嘛，吼，通常拢安尼讲。抽到二号，大家拢安怎讲？二号胜利，吼、哦，胜利在望。抽到三号过去，大家拢安怎讲？三阳开泰。
这边请你甲铁路第三号先，我无安尼讲，我安怎讲呢？我讲三张选票护台湾，安尼有水无？安尼有水无？安尼有下这个需要无？选举需要哦，所以咱第一张票，总统、副总统，爱支持倒一组的候选人，三号哦，赢得配。赢得大选，第二张选票就是区域立委的选举，咱要支持倒一位候选人，赖瑞龙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家支持。第三张选票政党票，要支持倒一个政党，民主进步党，敬请大家支持，让民进党会当过关，总统、副总统高票当选，民进党立法院过关。安尼未来蔡英文率领咱台湾伫抵抗中国的并吞的时阵，维护咱台湾民主主权的时阵，会更加有力啊！蔡英文总统嘛，足侪政见要来推动发展经济，哦，要发展太空产业，要来发展高阶研究制造产业，让咱经济会当进一步提升。要来照顾65以上中辈时代，也要来照顾囡仔吼。这个政见未来拢会送到行政院变作政策，行政院的政策还佫送到立法院，过半数的立委赞成，安尼变作法律才会当实施啦。所以我伫遮甲大家报告，立法委员过半的重要性就是伫遮，若无过半。真侪政见无法度通实施，若有法度通过半，一挂福国利民的政见，就会当变作政策，就会当变作法律，伫台湾实施。所以，敬请大家正月十一一定要出来投票，好唔好？好！哇，今日这场这大场吼，好转来高，转来高雄吼，我想要报一个好康的给大家，好唔好？好啦吼，我伫这场才讲了呢，咱自己的啦，咱自己的，我看大家在挺热闹的吼，我挡袂住，我甲恁讲一个好康的，好唔好？即摆吼，阮台南市有一个议员咧讲，讲国民党的候选人呐，无赢蔡英文90万票，伊要请大家吃鸡排。换一句话讲呢，支持蔡英文有鸡排通好食啦，你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大家若要吃鸡排，就爱支持蔡英文总统，你讲是不是？哇！啊，这个网络吼，这个馆长吼，气魄更加好呢。伊讲伊要提供一万分啦，不是100万分啦吼，10000分。蔡英文总统若当选，要请大家吃鸡排，同款。支持蔡英文总统，有鸡排通好食。所以吼，正月明年正月十日，啊，咱就吼大家快快乐乐，少少少刷，较早来订票，吼，较早来订票，票开出来，予蔡英文高票当选，民进党立法委员过半，啊，咱再来吃鸡排，好唔好？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成功，家庭美满幸福。感谢大家支持，努力多谢。感谢咱未来副总统，咱邀请咱副总统再一次开启咱偌水龙，立委的手来共同来加油，来鼓励。看到咱陈志忠议员，看到咱谢国芳议员，咱中央给予一条心，共同来拍拼。咱更加偌水龙，我加油，当选者偌水龙，偌水龙。小姨
是哪位？不管在咱会场车、边仔卡、南马路、大路旁边这一些好小朋友，感谢感谢台长，咱这的奥运会会长干部，感谢咱这坐坐你做大哥大姐，感谢你们票啊，我这里啊，咱这好朋友，今日咱的坐定定选总统。今日大会暗会的圆满来结束，感谢今日现场超过一万位咱的乡亲好朋友，拜托包括咱的大群、咱的中德、咱姐姐、咱的工会、咱这好朋友，包括咱的总工会、这干部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今日下暗虽然天气小寒冷，不过咱的心情非常的烧热，来给咱蔡英文、罗清德上大的支持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感谢，咱今日活动就伫遮圆满顺利结束。啊，感谢啊，咱这条路顶端吼，遮店家、店家，到伫活动举办的时阵，啊，总爱着交通，啊，有声音、有角色的部分，啊，代表罗水龙竞选总部，啊，着大家多听，啊，拜托大家吼，啊，明年才会知影，一定爱出来投票，用选选票，上大的支持吼。啊，嘛感谢咱的卖家人吼，拢伫咱摇滚区，互咱上大支持吼。感谢咱这边小港、李金，啊，这好朋友，明年将都用选票来守护台湾，保护高雄，支持蔡英文，韩信罗水龙，听新闻组织活动。感谢大家，咱今日安排就到这来圆满顺利结束。我是今日安排主持，啊，来自林木教授大声大声，不用是王副总的。感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。